对，没错，是我追的他。我尤西敢做敢当，公布恋情这种事情，不用别人代劳。我跟尉迟瑶瑶是在半个月前才在一起的，但是我已经偷偷喜欢她很久了。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也许，可能是从她第一次站在我面前保护我开始，或者是看到她每一次认真地帮我整理剧本。其实我都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的是那种心动的感觉，是我演了再多偶像剧也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对，没错，是我追的他。所以网传上那些说他接近我是另有目的，对我死缠烂打的，麻烦都可以歇歇了。我可以接受来自任何人的任何攻击，我无所谓，我被黑习惯了。但是她是个善良又单纯的女孩子，我不能忍受她接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还有，不管是谁上传的这张照片，有心也好，无意也罢，我都想告诉你，我尤西敢做敢当，公布恋情这种事情，不用别人代劳。老板，照片还发吗？这算什么？飞蛾扑火，自取灭亡。哟，吃醋了？说了这么多，我知道，对于粉丝造成的伤害，已经无法挽救了。我尤西在这里跟你们说声抱歉。当然，有想脱粉的粉丝可以拿着我的海报、写真以及一切周边物品，我可以10倍退款。具体方式，请联系大屏幕上的电话。潘朵，这个小兔崽子！谢谢。刘西，你在说什么话？刘西，刘西。游戏啊，游戏和瑶瑶会结婚吗？现在方便两个在一起吗？想在一起多久？说一点什么？你先对，我目前还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是我拜托各位先不要乱写，这一定是一场误会。什么情况？你们给我弄解释。